诸弟兄和江姐妹，早安！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在一起写上帝的话。昨晚我们已经写关于圣灵，但是 video 的声音不大好，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早上我在。 教一记这个功课，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更加明白关于圣经的教导，就是关于圣灵。我们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祷告。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新的热期。现在是第五页第十九日，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年。 两千二十二年，我们今天早上很高兴，你给我们新的，呃，生命，我们能够在一起，啊，跟你，啊，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做主耶稣基督好的门徒。天赋上帝，我们需要你的圣灵的帮忙。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的罪，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每天，啊，在这个，啊，白天。 晚上能够思想你的真理，让我们有力量鞭炮我们啊、呃、见证的道路来荣耀，带领更多人来认识、相信耶稣，做他们自己的救主。我们这样子就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名，阿门。我们再看这个。 圣经啊，关于圣灵哦、啊，圣灵啊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哈，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啊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看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在那个中文是呃十三节，在英文是十四节。这里怎么样讲啊？愿主耶稣的恩惠啊，这个是圣旨哈、啊，神的慈爱，这个是圣父哦、啊，圣灵的。 感动啊，常与你们同在，阿门啊！这个在圣经啊，很多提出啊，我们敬拜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哦，啊，圣灵是啊，我们知道他也是神，主耶稣也是神，天父上帝也是神啊。 圣灵啊，如果我们看啊，在这里啊，它是永恒的灵呵。为什么永恒呢？不是单单啊，他的工作在这个新业，但是在那个旧业。我们在看哈、啊，创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驱除上帝创造天地啊，啊，第四啊，空虚混沌，然后颜面黑暗。 神的灵啊，上帝的灵就是圣灵啊，运行在水面上啊。这个是我们知道圣灵啊，创造天，创造地，天父上帝也是创造者，主耶稣也是创造者，这个是永恒的灵哈啊,啊。我们在这个旧约已经看到啊，圣灵的工作，在这个全世界一章一节跟二节。 啊，我们在看我们的课程呢、啊。我们的课程在这个就业啊，圣灵也是工作。但是现在在新业啊，圣灵的工作啊，我们看啊，当主耶稣要啊诞生的时候，马太福音啊，我们看第一章哈、啊。为什么玛丽啊，这个是处女啊，她能够怀孕啊，她还没有有丈夫哦，她单单。 丁婚跟这个演戏啊，然后他们还没有同房，为什么他会这个啊怀孕？这个是因为圣灵的啊工作啊。如果我们看啊，《马太福音》一章第十八节，耶稣基督啊降生的事啊，记载在下面啊。他母亲啊，这个是出这个是出你啊还没有结婚的啊，单单订婚啊，他还没有认识男人。

啊、呃，胎哈、啊，这个是啊，处女的胎啊，一定的空啊，然后啊，因为圣灵的啊能力啊，主耶稣啊，进在这个胎里面呢、啊，主耶稣是一百啊，他是完全的神，但是现在也是完全的人，在这个玛丽啊，出你的胎哈、啊。 啊，这个我们看，然后啊，如果我们看啊，在这个新约啊，在耶翰福音啊，第一章啊，三世三界，这个好很很,很长，这个啊，跌下来哈、啊。如果我们要写上帝的话，也很多拦阻哈、啊，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哈、啊，无论有拦阻啊，我们祷告让上帝啊加强我们，让我们能够哈、啊。 啊，能够有这个哈、啊、好的结果哈、哦，我们不要退步，但是在啊上帝的带领，我们要进步啊、哦。无论在生生活上很多困难啊、哦，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知道我们啊敬拜的神就是伊玛内利，耶稣的名字伊玛内利，他以我们同在。 常常我们在生活上要做好的哈，身工要做好的工作，很多难主，但是不要退步哦。我们向主耶稣啊，进进进进啊，到这个最后荣耀上帝的目的啊！现在我们看耶翰这个常常这样的哈，他、啊、是个很软弱的啊，不会很好的，不要紧，嗯，OK，耶翰福音第一章。 像昨晚了、啊、这个声音没有进到这个啊、呃，这个照相机的里面哦，这个很很糟糕的声音。现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三节，当这个约翰啊，他帮人家受洗的时候，每个人来到约翰的面前呢、啊，就是要认罪哈、哦，认罪以后啊，代表他们会改，然后约翰帮他们受洗、啊、但是啊，上帝啊。 交代约翰呢，有一位人呢，他要你以他受洗，不是他要认罪，也是不是他犯罪要悔改，他是完全的人，没有罪的人，他是耶稣。约翰啊，比耶稣大六个月啊，半年呢，他不认识耶稣。然后耶稣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啊，他在这个啊，他。 不要接受耶稣哦！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哦，他认为啊，耶稣要帮他受洗，不是他帮耶稣受洗，你知道吗？但是啊啊，耶稣说啊，我们要遵守啊上帝的公义，然后耶耶翰呢、啊，西洗耶翰呢、啊，他什么啊？他听主耶稣的命令，他依主耶稣受洗。 啊、当他一主耶稣受洗啊，上帝已经交代他、啊，你会看到啊什么啊那个天啊啊破烂啊啊破烂，然后圣灵啊会降临啊到耶稣的身上，这个是约翰福音一张三世三节圣灵啊啊降临啊到主耶稣的身上，啊然后如果这样啊。 圣圣经怎么样讲啊？主耶稣以后啊，会用圣灵啊，以圣徒受洗。主耶稣教受洗给他的门徒用水咯，奉啊天父上帝和啊父神的名啊，父神父子啊圣灵的名，以呀、啊、以那个门徒受洗。但是耶稣他没有用过水啊，来啊去借啊帮人家受洗。 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什么圣灵以我们受洗，以后我们要啊学习这个功课哈，担当主耶稣的门徒哈，帮人家受洗，不是单单七十夜寒，但是现在主耶稣的门徒也是帮人家受洗。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第十九届到二十节啊，主耶稣命令他的门徒啊，如果人家信了主耶稣，他们已经听福音，他们已经会改，要帮他们受洗，封什么圣父名。 圣几名，圣灵的名。好，现在我再看哦。主耶稣已经承诺啊，天父上帝一定会拆派圣灵啊。他在约翰福音这样讲交代。但是啊，圣灵你看啊，他其实降临哦，啊，他降临的时候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啊第二章哈、哦，他降临啊、哦。为什么他要降临啊？使徒行传第一章啊，跟我们讲啊啊第。 八戒啊，第八戒。当圣灵降临在你们啊，圣徒啊，啊，使徒身上啊，你们就比啊的这个圣灵的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有大地啊和撒玛利亚、啊，是到啊永远啊到这个第七啊，做我的见证啊，圣灵啊。 他给我们力量啊，充满我们呢、啊，让我们能够啊，去全世界来传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第一点呢、哦，第二点呢，他证明他死啊，有两个人埋他啊。第三点呢，基督第三天他复活在礼拜天，证明他已经复活哈、哦，他显现给他的门徒看，是去啊。 在四十天，你看啊，这个是福音啊、哦，四本福音，四本书哈、哦。然后现在，他也是四个命令、哦，要要去要传福音，人家信，帮他们受洗，教导他们。第四点是教导他们上帝的主耶稣一切的命令啊。四本福音，你看啊，这个有四本福音，好，然后四点福音，然后有福音有。 大使命有四四个命令，啊，福音也是要世代的人传福音，主耶稣传福音，他的门徒传福音，门徒的门徒传福音，门啊门徒门徒的门徒传福音，样啊，主耶稣传福音，保罗传福音，体摩太传福音，体摩太的门徒也是传福音，啊，我父亲传福音，我传福音，我的小孩子也是传福音，他们我的小孩子的门徒以后也是会传福音。 在教会就是有有世代的人传福音啊、哦，四本福音，啊，四点福音，然后四个命令在啊、呃、福音里面，就是在大使命，然后世代的人要付这个代价出去传福音。如果、啊、保罗讲啊，他没有传福音啊，他是受咒诅啊，受咒诅咯。无论你是谁啊，如果你已经信耶稣，你没有传福音。 你是受救助的人，知道吗？因为我们领到上帝最大的福就是福音啊，我们不要啊啊，自己打这个福音了，我们要啊分享这个福音，带这个福音出去，然后更多人啊能够知道主耶稣是上帝的救赎主，没有一个救赎主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信耶稣，一定灭亡。 但是，如果我们传福音，圣灵感动他们相信耶稣，他们会得救，永永远远拿到永生啊！这个是很重要啊、哦！那圣灵降临就是记在呃《这使、个、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啊，什么事情发生？这个是主耶稣交代他的门徒：你们要等啊，圣灵降临。当你们等圣灵降临以后，你们才可以出去啊。 从这个耶路撒冷由大撒玛利亚啊,啊到全世界来传福音。如果还没有啊领受圣灵，你们不可以啊出去。他们在这个楼上啊聚会啊，几多久？他们等呢？十天啊、哦，十天。为什么十天呢？因为一月节就是啊超超过这个五十天以后，一越节啊就是五旬节。 啊 p e n t a k o s 五旬节，在印尼话就叫 pentakosta。n a 是五，costa 是十，五十节哈、啊。这个他们啊，有大人有大人呢、啊，在一月节跟五旬节一定要在耶路撒冷。那他们等耶稣等十天，当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啊，五旬节一定啊在礼拜天哦，在礼拜天哦。我有一啊一天在二零一七年九年呢、啊，我在这个德国哈、哦。 他们在礼拜一的时候放假，为什么呢？因为礼拜天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期。因为礼拜天放假，他们补补充哈、哦，补充在这个礼拜一，我才知道我、哦、在德国啊哈。你看哈、哦，常常这样啊啊，发出问题哈、哦，这个是啊 technical problem，工程的问题，不要紧啊、哦。那我们知道啊哈。 五旬节在德国就是国日的日子哦，他们放假。那我们看呢、啊，这个五旬节啊，第一次发生是在耶稣升天的时候，是主年三十年呢、哦，就耶稣钉十字架是在三十年呢、哦。如果算到现在，已经一千九百九十二年以前呢、哦，圣灵降临啊、哦，在那里呢，在耶路撒冷，当门徒一百二十门徒啊，在这个啊楼上。 祷告的时候啊，圣灵降临的时候啊，他们呢、啊、充满圣灵啊，他们忽然间呢、啊，能够讲啊是二是五个那个语言呢、啊。以前这个是五个话他们不会讲的啊。如果我们要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可以读这个很长的这个啊一个哈、啊、圣经的啊啊一章哦。如果你看呢、啊，他们会。 讲很多的语言哈，他们没有学过这个语言啊，因为这个犹大人啊，从全世界啊，在异界界、乌孙界啊，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听啊，这个圣徒使徒讲他们他们的话哈啊，这个如果你看啊，圣灵降临的时候啊，他们讲的话是什么话，在这里有这个跟我们讲啊，嗯，在第二章。 啊，他们能够讲这个第八人，你看、啊，巴蒂亚人啊，在第九节哈、啊，叫马代人、伊朗人，很多这个哈、啊，然后你看亚西亚人、弗利,利亚人、庞菲利亚人，埃及人，有十五种语言，他们不必写哈、啊，圣灵降临他们会讲这个哈。啊 这个是叫这个国际的这个啊语言哦，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上帝啊，要从哪边啊，跟有大人讲啊，主耶稣的福音啊，要传到全世界。用什么传呢？用我们的母话咯。如果你讲福建话啊，我也是用福建话跟你传啊，主耶稣的福音，让你用福建话能够明白主耶稣的福音。如果你是客家人，那客家。 啊，传福音者也是用客家话给你讲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知道吗？这个是很美丽的哈，圣经啊，已经翻到啊几千个那个语言，你知道吗？圣经哈，啊，我们感谢主哦，因为这样啊，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因为啊，福音就是用我们母话。 来传出去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哦，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啊，因为主耶稣说啊，他会祷告求天父上帝通过主耶稣才派圣灵。当圣灵啊降临的时候啊，圣灵会教导我们啊，等下我们要写咯。 上帝全部的真理。如果圣灵没有带领门徒啊、使徒，他们没有力量写这个新约的圣经啊，这个是叫五旬节。五旬节是五十天以后啊，从那里算，从一月节，因为主耶稣升天就是在四十天啊。十天以后啊，就是五旬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前章了啊。 到三十八节啊，圣灵带领几位人信耶稣，有三千的人信耶稣啊。当彼得啊讲讲道的时候，哈，你知道吗？三千犹大人哈、啊、参加这个五旬节，他们相信耶稣，因为彼得说啊：“你们已经犯罪，你们已经定耶稣、杀耶稣，在这世界上。现在你们要悔改，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你们的罪。” 然后他们会改，他们承认他们的罪，他们接受耶稣做他们自己的救主，然后他们受洗。那天受洗的时候有几个，啊，几位信徒呢？三千人，啊，三千人。如果你再看啊，第二章，啊，如果你看哦、啊，第四十一节，啊，门徒他们哈在哪边？啊，增加有三千位。 这个是新约圣灵的工作啊。然后我们看呢、啊，圣灵的工作啊，另外一部分就是在我们信耶稣人的身上哈。因为圣灵啊，通过他的动工啊，啊，他们他的感动啊，他的带领啊，我们能够做主耶稣好的门徒，做好的见证，让我们呢、啊、在世界上啊生活的时候，人家能够看我们呢、啊、的生活啊，他们说喂。 你的生活啊，很好的见证。然后呢，如果他们这样讲啊，我们说，是啊，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每次人家讲我们好，我们要什么啊？带那个人啊，相信主耶稣通过圣灵的工作，知道吗？这这个是圣灵啊，在我们啊身上啊、呃、工作。这个是记在哪里呢？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啊，第十六节哈，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身体就是啊上帝的殿呢，神的圣灵住在我们啊的生活上，然后信耶稣的人呢，我们要有圣洁的身体，圣洁的身体是不可以抽烟啊，不可以打赌，知道吗？不可以吃那个迷药，不可以哈。 不可以醉酒，等等，很多我们不可以做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哦，啊，上帝的殿哦，我们要好好用我们的身体来什么啊，来侍奉荣耀天赋上帝。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啊，OK，然后啊，我们看啊。 也是在六章十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啊。然后圣灵啊，他是做什么呢？做我们的那个啊，安慰我们的，就是主耶稣的承诺哦。他来到来来的时候啊，他做什么呢？他帮助耶稣做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看呢、啊，这里嘿，就是在第六节哈，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 啊，道路啊，真理、生命啊，如不接受我，没有一个人到父那里去。这个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的救。但是主耶稣现在呀、啊，他已经在天堂啊，天父上帝派圣灵通过主耶稣。那、啊、现在我们看哦，圣灵的工作就是在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上帝啊，求父啊。 复救啊！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啊！你看呢、啊？宝会师，这个宝会师的时候来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另外的名儿、哦，在这个原文是叫巴拉克雷多斯。帕拉就是我们的啊，旁边哦啊，圣灵是就在我们里面哦，这个意思哈、哦。他克雷多斯就他是已经啊，每次提醒我们呢、啊，上帝的话，这个是巴拉克雷多斯。 啊，他怎么样安慰我们呢？当我们呢、啊、的生啊，我们不相信的时候啊，圣灵用啊他的真理、他的话，他教导我们。因为单单上帝的话能够除掉啊我们不相信的心。因为这个世界带我们要不相信上帝的话，世界啊不喜欢我们相信上帝的话，魔鬼也是不喜喜欢我们相信的话。 他给我们很多问题，让我们呢、啊、怀疑上帝的话。但是圣灵啊，他在我们的心里，他常常提醒我们的话。如果你要啊得胜呢、啊，你要天天读上帝的话啊，白天读，晚上读，常常背上帝的话，然后我们能够领领受圣灵的带领，领受圣灵的感动，领受圣灵的。 安慰，呃，这个很重要的境界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四四章四六节啊，然后如果我们再看呢、啊，一副所书一章十七节，然后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哥林多全书三章十八节，然后圣灵啊帮我们啊结果子啊结果子啊，在啊、呃、圣经啊教导我们啊信耶稣的人有两个果子啊，第一种的果子。 啊，就是什么会改的果子。那秽改的意思是什么？离开我们身体的什么啊？侵入，这个很清楚啊，在这个加拉大书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啊，第十六节啊到二十三节，加拉太书啊，是第五章，加拉太书五章。 如果我们看第十六节的时候啊，就是跟我们讲管理我们侵入啊侵入的啊侵入的是什么侵入啊就是啊啊相反给这个圣灵的国子，圣灵有啊一个国子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第一次是他带领我们会改，以后他要，在我们的啊生活中接出来国子啊。 这个国子啊，就是什么啊？有九个方面咯，九个方面啊。但是啊，我们要先离开啊这个请入的这个啊国子啊，请、啊、入的国子。如果你看加拉太书啊第五章第十六节，这里是十七节啊，很多这个这里说明哈啊，第十八节啊，第十九节啊。 这个侵入的这个果子是很多，这里哈，跟我们讲啊，其中一个啊，我跟你们讲，异端啊，嫉恨啊，仇恨，然后啊，拜偶像等等啊，七度到二十一节哈，如果请这个啊身体的侵入的人，不能进到什么上帝的国，好吧，啊，然后。 从二十二开始，好吗？到这个二十四节啊，二十四节啊，圣灵的国籍就是有一个国籍，但是有九个方面。第一是什么？上帝的爱。第二、啊，跟我我们讲什么？是关于我们有啊、呃，领受上帝的爱，我们得救的时候，他要给我们啊喜乐。啊，第二是喜乐哈。第三是平安。 还是和平，第四是长，长忍耐，啊，第五是恩慈，第六良善，第七是哈敬施，第八温柔，最最后的啊第九的是节气，啊，这个是圣灵的国旗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哦，它要表现出来，啊，不要忘记这个、啊、加拉太书五章，啊，我们要离开，啊。

好，现在我们再看下去。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上，他要带我们呢，能够跟圣徒们有这个啊，这个这个机会哈，有团契。菲律宾书二章第一节，然后圣灵的称呼是什么？我们再看呢，这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要记得，在这个十六章十三节。 《约翰福音、哦》啊，这个因为这个经界啊，我们有啊、呃、看到啊，这个经界，上帝带领使徒们写啊二十七本这个新约的圣经啊，这里怎么样讲？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的这个称呼是什么？他是这里啊真理的圣灵来的啊，真理的圣灵，他要。 啊，领到我们呢、啊，啊，明白哟、啊，你看明白什么啊？一切啊，上帝的真理啊，他他领啊，他那个嗯、呃、领带领啊，带领门徒啊，使徒他们呢，明白主耶稣的话，然后使徒他们呢，能够写哈、啊《马太福音》到七十六，一切咯，这个是，一切咯，如果圣灵没有带领啊，他们。 一定会忘记主耶稣教导他他们这什么，因为圣灵啊，啊给他们啊带领啊，因为我们这样看啊，圣灵他不会啊说他自己的话，因为他听天赋上帝的话，他听主耶稣的话，他是传呢，天赋上帝的话，主耶稣的话啊告诉告诉谁？告诉啊信徒信徒跟现在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 主耶稣的话，天父上帝的话，圣灵带领我们明白，这个是很美丽的功课哈。然后你看呢、啊，他会啊什么上帝啊主耶稣跟啊天父上帝给他这这呢、啊，告诉啊西土管理末日，管理末日。如果你看呢、啊，马太福音有写末日，马可也是有，路加也是有，但是约翰呢？ 上帝叫他写、啊《不是单单》一两章关于末日的那个啊教导，但是在启示六、约翰啊哈写哈二十二章啊关于末日的那个教训，你知道吗？圣灵会跟我们讲啊上帝的计划，嗯，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他跟我们讲，然后我们会知道哦、啊、现在世界为什么有这个啊星光，星光辉然。 为什么有战争？为什么有同性恋？为什么有地震？为什么有以色列？等等哈、哦，为什么这个福音能够传到全世界？因为什么？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了。如果你读好好读啊、哦，这个在啊、呃、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七个记号哦。好，我们再看啊、哦，圣灵啊，他的工作啊，就是哈、哦、带领信徒能够明白。 全部上帝的真理，然后我们要再看呢、哦，在这个二十六节啊，第二十六节，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啊？他会跟人家讲哦，啊，这个十四章第七二十六节。 我十六节也是一样，我教导圣灵会啊帮我们圣徒明白一切上帝的啊真理，然后圣灵啊带领我们呢、啊，然后离开啊、呃、侵入的这个啊、呃、国耻，罗马书八章十三节，然后他帮忙我们啊做上帝的好的孩子们，然后我们能够。 这里在一幅所书四章三十节，我们能够什么顺服上帝的命令啊？因为圣灵是什么啊？他带领我们做上帝的什么真理公义的奴仆。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十六节、十九节。好，这个是圣灵在啊圣徒里面的工作。现在我们要看呢、啊，圣灵的工作。 啊，对这个世界跟圣土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啊。很容易记得经文啊，一六八哈，十六章第八节。圣灵来的时候啊，他会什么啊？他会啊，就要啊，叫啊世人畏罪啊，第一的哈、啊。第二啊，他是为公义为审判啊。然后什么，自己责备自己。 啊，为罪第九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九节，为罪啊，罪是什么啊？罪是因为人不相信主耶稣，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不相信主耶稣，这个是罪了。这个最大的罪是什么啊？人家不要相信耶稣，如果不相信耶稣，我们犯的罪啊，没有得赦免。然后上帝怎么样啊？抓这个人的灵魂，丢他们在那里呢？不相信耶稣的啊，在这个第一第一的火不会。 啊，不会啊灭了，他的宠物会死的。永永远远在哪边？上帝惩罚人不信耶稣的人，然后他们在哪边呢？没有朋友，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没有见面哦。一，这个是上帝永远的监牢。上帝啊，做这个第一不是啊做给人的哦，他是做给谁呢？做给魔鬼啊、邪灵啊。 但是如果你跟我啊，不要相信耶稣啊，我们死的时候就是带,带罪了。那我上帝派他的天使抓那个人家的灵魂，丢他在这个，啊这个地狱。但是如果我们信耶稣，现在我们说，天父上帝求你赦免我们我的罪，我是罪人，我的思想犯罪，我的讲的话也是犯了罪啊，不叫你的圣经的原则来讲话，我我的行为也是一样，请你。 啊！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我的罪。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啊，因为上帝是公义，他是怜悯我们的咯。他马上啊，啊，要什么？洗净我们的罪。他怎么样洗净我们的罪呢？不是用嘴巴讲哦。他派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在世世加上死，知道吗？人家叮住耶稣的手脚，用这个铁钉流出血，这个血啊。 在加勒山的时候，能够洗净人的罪啊！单单耶稣的血能够洗人的罪，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做善事不能啊，呃，怜悯我们的罪，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单单耶稣的血，因为耶稣没有罪，他单单当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是第一哈。啊 他说罪不信耶稣的罪。第二，公义啊，公义是因为啊，主耶稣啊，他回到那个天堂，这个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公义啊，因为他的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为什么呢？他上啊、呃、升天的时候，他坐在上帝的右边，在那边主耶稣是不是没有工作做啊？哈，他已经升天一千九百九十二年了，不是？他说他。 啊，上到天堂，他要预备给我们的地方啊、哦！如果你读《耶汉福音》第十四章，预备给我们的地方，这个是意思是什么啊？我们在世界上信了耶稣，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让他们相信耶稣。他们相信耶稣以后，他们就是有地方在这个天堂，知道吗？ 啊，这个是一边地方的这个话语哦、啊，他要我们在世界上啊帮助耶稣啊，出去传福音。很很多人不明白这个真理啊，一边地地方啊，不是啊，单单一次主耶稣这样啊做，他是每天哦、啊，他每天、啊、要他的福音传出去，他又每天有人啊，因为听福音受圣灵的感动，得救，相信耶稣。 一边地方，一边地方，一边这样到到最后的人呢、啊？上帝拣选的人信耶稣啊，他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了，你知道吗？你跟我一起能够啊啊做这个神功哈、哦、啊，我们看啊，这个是关于罪，关于啊公义，第三关于审判，审判是什么啊？审判这个不是三审,审判啊，主耶稣上帝啊给他这个。 全世界的钱病啊、哦，天上的钱病，地上的钱病，已经交给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能够审判啊，活人啊，跟死人，他能够审判哦。你如果你看啊，世界上的法庭啊，不能审判死的人了，不能。但是主耶稣能够，因为他能够叫他复活，主耶稣审判他，定他的罪，丢他在哪里呢？在这个火炉永,永远远啊，他也是要审判什么啊？如果你看在第十节啊。 公益，因为啊，主耶稣啊，到上帝的话啊，他已经复活啊，显现给门徒看，他就是上苍天哦。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审判第十一节审判啊，因世界的网啊，这个很重要咯。世界的网不是啊人哦，这个是己。 魔鬼呀、啊，为什么魔鬼就是世界的王？因为以前呢、啊，当上帝创造天、创造地的时候，上帝已经给啊亚当啊管理这个世界，啊管理动物，管理树啊，管理这个人家种的东西，全部亚当管理。但是亚当啊，听他的啊、呃、太太的话，吃啊上帝所不可以吃的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呢？ 啊，知道善知道恶的国子，当他吃的时候，他感觉到哇，他有些害羞，他没有穿这个衣服啊。那时候啊，亚当不是做这个地上的主人哦，谁做这地上的主人呢？耶稣很清楚讲，就是魔鬼跟这个啊三分之一啊天使跌倒的啊，观这个世界。为什么世界很乱？ 为什么世界很坏？就是魔鬼的引诱，人的心有罪啊，你知道吗？为什么世界啊不会有明天会更好啊？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明天会更坏。但是我们信耶稣，我们的明天就是完成的，不是更好，完成的啊，因为他会给我们什么呢？荣耀的身体。 啊，像主耶稣的身体一样咯不会生病，不会死，不会最重要，不会犯罪呀、啊，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身体很糟糕啊，因为我们会犯罪呀、啊，知道吗？如果人家没有信耶稣，啊，然后魔鬼引诱他，他一定犯罪。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信了耶稣，因为耶稣就在我们的心，神灵就在我们的心，我们能够跟魔鬼讲，我不要犯罪，叫你。 啊，引诱我一样，知道吗？魔鬼就是要引诱人，你就看这个圣经啊、哦，他引诱人，但是他引诱耶稣三次，他失败，他再引诱他也是失败，最后的引诱，他说啊，主耶稣，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而此啊，儿子，你是是这样下来呀，主耶稣会听他的话吗？不会，主耶稣，他是在是字讲因为他知道啊，因为他死，使他能够复活，知道吗？ 啊，我们这样看哦，《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九节、十节、十一节，这个是圣灵对这个世界的工作。第一，给世界人讲你有罪啊？为什么我有罪？因为不要信耶稣啊！人家因为要、啊、做好的这个事情，做善的事情，能够洗他们自己的罪，不能啊？人家的啊善的。 功劳是像什么？像这个啊、呃，这个很肮脏的布啊，啊，是不是啊？不能到上帝的面前带这个肮脏的布，很臭的布啊，不能啊！如果我们犯罪，单单有一个血，呃，出路就是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啊，这个是罪了。不信耶稣就是最大的罪。第二。 关于公益，主耶稣完成上帝的公益，他会到上帝的右边，他预备给我们地方。然后，第二，他的工作，他为我们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天父上帝啊，求你帮忙我奉耶稣的名啊，这个是我们交到我们的祷告，照主耶稣的啊手上，他会跟上帝讨我们一切的需要。如果我们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啊，我们的祷告上帝不要听，啊。 好，我们再看第三呢、啊，关于审判，主耶稣会审判呢、啊，不是死人活人，他会审判魔鬼跟什么啊？这个邪灵啊，如果你看在十六啊，现在我们看最后啊，很重要的功课是关于什么圣灵的啊受洗，他为我们受洗啊，有两个的这个教导，第一啊，圣灵啊，他没有。 帮人家受洗，主耶稣用圣灵啊，帮我们受洗啊。主耶稣没有用过水哦，与人家受洗啊。他用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啊？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呢、啊，啊，叫这个力啊，我们心里的这个这个哈啊,啊感动啊，我们能够相信主耶稣的救恩啊。这个是第每一个人信耶稣啊，要。 啊，这个经过这个圣灵的感动，啊，让他知道他是罪人，他要悔改，他要认罪，他要接受耶稣，啊，啊，接受耶稣做救主，啊，然后他的救，这个啊，这样的感动啊，上灵圣灵的受洗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一气，没有两气的，一气。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但是以后啊，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啊，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做见证，因为我们还要做见证啊，我们要哈什么啊？是要上帝的话，但但是上帝的话，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帮忙啊，你不能明白的。然后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我们要念上帝的话，我们要听上帝的话，圣灵会帮忙我们。 明白上帝的话，这个是叫上帝的什么圣灵的充满。上帝圣灵的充满呢、啊，不是一气两气，但是啊，啊，我们要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圣灵要充满我们。我们读上帝的话，我们祷告，我们做圣公，我们出去传福音啊，我们教主耶稣啊，我们做见证，圣灵要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啊做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是圣洁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带领啊，照上帝的话，我们不会做。这个是圣灵的带领啊，圣灵啊，主耶稣用圣灵帮我们受洗，然后圣灵充满使徒，圣灵充满圣徒，他们做什么呢？使徒、圣徒做的、啊，在使徒行上聊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圣功。第一，然使徒啊，他。 他们圣灵带领他们记得主耶稣的这个嘛啊啊父母他们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四个福音，因为圣灵的感动啊。第二啊，他们写啊，从这个使徒行传到这个什么七示六啊，全部有二十七本新约圣经啊，知道吗？因为圣灵带领他们做这个工作，好吗？ 这个第一的，第二的工作啊，圣灵带领他们呢出去传福音，耶路撒冷传福音。他们出去的时候，这个楼上哦，他们出去了，啊，到耶路撒冷，到圣殿那边传福音。我们看有三三千个人会改，有五千个人会改。然后他们在这个犹大的地方啊，然后派这个啊、呃、传福音者像这个。 腓利啊，到这个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在那边信主，然后啊啊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裁派使徒，就是彼得耶、约翰啊，到那边哈、啊，然后上帝也是裁派啊，这个不是在撒玛利亚、啊，但是裁派彼得到这个哥尼里的家，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啊，在哪边啊？彼得啊，第一次了带领啊什么啊？还、啊、没有隔离的人像。 安尼利人，他是养人喏、哦，拜拜福的人哦，信耶稣一家人。然后以后上帝带领保罗啊，保罗、巴拿巴、扫罗、巴拿巴，出去全世界传福音，不是单单在亚洲，但是在欧洲啊。你看，这个是主耶稣的大生命，要做见证。耶路撒冷、前一大、犹大、撒玛利亚到啊，全全全铺地世界的这个地方。 现在我我们也是一样了，我们要第一啊，在我们的家传耶稣，然后出去传耶稣啊，这个是森灵的啊带领哦，他带领我们信耶稣啊，这个叫叫这个重生，这个是好很重生哦，重生的意思。如果现在我们看啊，现在在马可，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啊，帮我们啊受洗啊。 是用这个圣灵哦，他不是用水哈、哦。马可福音一章第八节，我是用水这个四实约翰讲的，给你们施死啊。他借要用圣灵啊，给你们啊受死这个是约翰基主耶稣基督。然后圣灵啊带领我们什么重生？你够在约翰福音啊，尼个提摩啊，他跟主耶稣啊见面的时候在晚上啊，主耶稣跟他跟他这么讲？

神的果，水是代表什么啊？水是代表啊，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啊。第二啊，代表什么？圣经啊，上帝的话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代表什么啊？圣灵的感动如果圣灵没有感动我们，我们不会知道我们的罪，知道吗？小小的罪我们看不到，但是圣灵他感动我们，我们才知道这个是罪。 啊，特别树灵的罪咯，更危险了，比我们啊肉身的罪哦啊。<laughs> 然后圣灵啊感动我们呢、啊，我们愿意悔改，他带领我们愿意，你知道吗？不是单单主耶稣的血、圣灵的带领、圣经，然后我们本身呢、啊、要负责任、要悔改呀、啊，已经认罪，不要犯一样的罪呀、啊，像什么大卫王，他已经做真淫，他已经杀人家的老公。 呃，他没有在做这样一样一样的罪，知道吗？悔改的意思，我们认罪，上帝的啊怜悯，他怜悯我们，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罪，圣灵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不会犯一样一样的罪，好吗？这个圣灵的啊、呃、工作带给我们重生，用水就是啊、呃、代表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哦 然后圣灵啊，他怎么样？啊，住在我们的生活中，给我们重生。我们离开旧的生活，现在变成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呢、啊，不是单单会改了，但是要什么？结束灵的国志，我们的心有爱心，爱什么呢？爱上帝。为什么你知道你爱上帝呢？你很喜欢上帝的话啊，你也是爱你的邻居啊。 你的爸爸妈妈，你要跟我他们讲关于主耶稣最大的爱了哦。你能够分享最大的爱，就是传主耶稣的福音，好吗？那圣灵的工作啊，如果我们再看呢、啊，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啊，圣灵的工作就是啊，叫什么？给我们重生，重生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恩典。

啊，圣灵感动我们，敢讲出来，我们已经信耶稣了，啊，这个是叫信心，好吗？这个是上帝圣灵给我们的重生，然后圣灵啊，什么？主耶稣用圣灵帮我们受洗，在第一章第五节啊，然后啊，圣灵会主耶稣啊是讲啊，天父上帝派圣灵通过他。 充满我们信徒、信徒，让我们能够做他的工作，知道吗？我们，我们就是火炽。为什么火炽呢？主耶稣已经帮我们死，他已经复活,活，他升天啊！他的身体啊，就是教会了，在世界上，你知道吗？教会啊，信徒啊，你跟我、哦、信耶稣，我们要帮助耶稣做他的工。你可以做主耶稣的嘴，做主耶稣的脚。 知道吗？就是叫圣灵的工作啊、哦！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是主耶稣的身体。这个身体的存在要什么呢？啊，他给我们心里有爱。我们的啊，这个身体啊，主耶稣的教会啊，要做主耶稣的工作，做主耶稣的口讲主耶稣的话，好吗？写主耶稣的话啊，等等咯，出气啊，传福音，传主耶稣的福音。 知道吗？然后啊，圣灵是什么？上帝啊，通过主耶稣承诺，他会什么才拜圣灵啊啊！圣灵当主耶稣升天十天以后，好吗？啊，最后要功课。很多人现在啊，他们啊有这个异端的这个教导，完全不教圣经。有两种这个教会，第一种的教会是叫灵恩派。 那灵恩派呀、啊，呃，发生在一百年以前，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忽然间呢、啊，有人要讲讲这个这个，他们是说语言啊、哦，方言啊，这个不是言啊、哦，因为他们讲出来的是乱七八糟的声音啊。但是他们说、啊，这个乱七八糟的声音啊，是什么圣灵的话？这个是骗人的，不是圣灵啊，这个是邪灵，你知道吗？啊、呃，这个这个是叫灵恩派。 他们改啊，他们的敬拜啊，不是静静的敬拜，哇，他们现在敬拜啊，像那个 rock concert 的敬拜啊，在这个教堂他们有跳舞等等，他们不现在不尊重上帝的话了啊、哦，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是进化神？因为上帝主耶稣讲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啊？最后的时候有很多人奉我主耶稣的名啊，干鬼啊等等做神迹。 主耶稣说啊，我不认识你们因为啊，现在啊，我们为什么能够赶鬼呀、啊？我们不能说奉耶稣的名，我赶这个鬼出去，我们不能这样做了，因为这个恩师啊，上帝给使徒，使徒保罗能够这样做，我们不能。然后现在，如果我们要帮忙人家被鬼附的是怎么样呢？等他。 啊！不会被鬼附，我们赶快给他讲主耶稣的福音。你是罪人，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哈，流、啊、血。你相信耶稣的血能够洗净你的罪？耶稣证明他死，人家埋他。第三天礼拜天，你看啊，复耶，主耶稣复活,活，他现在显现给你哦、啊。如果你要啊啊相信耶稣，你是就当他接受耶稣的时候啊啊圣灵啊，主耶稣在他的心。 住的时候啊，鬼不敢再回去啊。鬼在外面能够引诱他，但是不能进到他的心。这个是用福音、上帝的大能啊来赶鬼，知道吗？不是，奉耶稣的名，我看这个水主是不能的啊。我们看不到鬼，但是人呢、啊，如果被鬼服啊，他不会被鬼服啊。二十四个小时，啊，他有。 几个小时啊，他不会被鬼附的时候，他能够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传给他上帝的话，好吗？啊，这个啊，然后啊，第二灵恩派呀、啊，他教全部的教会啊，不同的教导啊，啊，他们能干什么？啊，聚在一处，啊，这个是叫啊，organize 啊。如、这、果、个、你看在英文呢、啊，这个是很危险呢、啊，因为上帝会惩罚、啊、教会啊，如果不教教圣经，我们。 以他们合作，我们是犯罪。啊，如果他们教圣经，我们教圣经，无论他们是另外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帮以他们合作。但是如果他们说他们是教会，但是不教教圣经啊，执行他们的师傅，我们不要以他们合作。啊，如果这个呃公这个、这个、这个教训是很这个啊、呃、明显，在这个科林多后书啊第六章十四节。 啊，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啊，我们可以看哦。啊，然后最后的是什么呢？不是单单啊，全部教会啊，他们要啊弄在一起哦。这个一起的教会啊，他们要带回什么？罗马教啊，罗马天主教啊，知道吗？罗马天主教啊，是很多里面啊拜偶像的动作啊，他们拜偶像、拜圣人等等哦。 那个是，啊、呃，不是叫福音的，不是叫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小心啊、哦！圣灵现在呀、啊，很多人也是，啊、呃，错误，人家很多人啊，祷告，他们啊称呼圣灵，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啊、呃、圣经教导，我们祷告是跟天父上帝讲话，奉耶稣的名。 啊，通过圣灵的带领感动，但是现在没有他们，啊，祷告以圣灵祷告。他们说：“圣灵啊，求你帮忙我。”他们没有啊，讲上帝的名，天赋上帝的名，主耶稣的名。他们去借，啊，跟圣灵讨。这个是圣圣经没有这样子教教导啊。今天我们在啊，写啊这个啊啊灵恩派啊，罗马天主教，就是为办这个圣经的。 我们今天已经是在一起学习关于圣灵。我们现在要祷告接受我们的课程。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灵已经带领我们感动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圣灵带领我们感动我们。 能够写信你的话语，不是单单我们明白，但是圣灵也是给我们力量来啊遵守主耶稣一切的命令。圣灵给我们力量来出去传主耶稣的话啊，在教会中我们可以有圣灵的力量。 来一起学习你的真理，天赋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求你怜悯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的罪。我们相信单单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干净的时候，你的灵充满我们，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更更加有你的啊这力量来这个做你的工作。天赋上帝，求你帮忙我们，求你祝福你的教会，信耶稣的人增加。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能够更加热热心来。 啊，父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然后我们也是求你增加你的教会，不是单在西加里曼丹，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全印尼、全世界，向你带领啊，使徒们、圣徒们，在这个使徒行传他们出去啊，从耶路撒冷由大撒马利亚到啊全世界来传福音，来这个啊新历新耶的教会，主耶稣的教会啊，带领更多人信耶稣的救不会灭亡。 天赋上帝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拜拜，主弟兄跟张姐妹再见，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个人。Imanuli, m a r a n a t a s o l o Gloria, 从这个 Sunline Island，阿门。